问题就是说，谢嘉贤虽然没有打出来打，但是他是释放打的，需要放给他在球顺一线，放手让他积极的挥击。是。打击出去，这个球在右外方向，右外手向后退，这球是全垒打，超大号全垒打，谢嘉贤。所以我说，他重点还是在他选球开始没问题的时候，那你一好三万，你就可以放给他打。你可以做其他战术，可以跑，可以倒垒等等。但是你既然今天放他第十棒，你就放进他的打。那很高兴，结果符合我们所预期。比如说他前面虽然没有打，但他选择基本上没有开场。是，这是全垒打，的确我相信会给韩国队很大的压力，因为昨天是到最后才输球，今天一开始就落后。对，我想最重要是许明他已经开始很紧张、很不稳，投坏球。我想这些左打的一定要发挥，而且最重要是谢嘉贤打出来的话，中华队就好打。是。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球，我们超大号，这个内角球咬得非常的扎实，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球最后的落点已经超过了灯柱了。那个是陈冠仁的平飞球，在一垒方向被一垒手朴正权跳起来空中抓飞鸟给接杀出去。第一局上半结束，中华队现在取得了2-0的领先。